人气话题接着来看到高雄中山大学猕猴很多，抢夺外送员跟学生食物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结果现在有民众发现猕猴似乎再进化了，竟然会插吸管喝饮料。有人拍到一只猕猴手拿吸管跟饮料杯坐在顶楼的围墙上，边喝红茶边看风景，让网友笑翻了，说再过一阵子可能猕猴都会上大学到教室听课。高雄中山大学学生叫外送，担心猴子抢食，随身携带空气枪，人猴大战天天上演。没想到现在猴子在进化，会自己插吸管喝饮料。民众拍下有猕猴坐在顶楼围墙，一手拿杯子，一手拿吸管，准备好好享用红茶。网友看了笑翻，说再过一阵子猴子都会上大学了，还会进教室听课。猴子的饮料会打翻啊，有的猴子是直接把那个膜给撕开，整个倒在嘴巴里面，可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露在外面。都看着人类就一定会模仿，就是有点见怪不怪的感觉。我喝饮料。过去有民众拍下猕猴抢走挂在机车前方的饮料，只是当时还不会用吸管，把整颗头探进去饮料杯。现在学会怎么喝饮料，新技能再加一。这猕猴呢，它长期跟人类相处，那加上它的生活范围呢，跟人类的活动范围也是重叠的。猕猴呢，就会开始学习或模仿人类的行为。它有看到这个吸管是怎么使用的，然后它可能会去模仿。事实上，猕猴也曾经闯进办公室，低头坐在椅子上，好像真的在办公。模仿人类惟妙惟肖，这次再进化也掀起讨论。记者陈元邓明高雄采访报道。